是这个桌子，上面垫了个椅子，然后我从椅子爬上去，然后脚敲着那个，然后翻过来了。你是不是傻？你干什么？哎，让！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高了，危险！喂，我的天哪！你哎嘿。我好恐高！天哪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！我要哭了，我没有想到我这么灵活，就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爬上去没什么，关键是力度，是吧？错错是吧？闭嘴，别说话！哎，等一下，很高的，小心！翻上瘾了，在拍身跟我还能在牌子。人生除了这些事情以外，还有很多成就值得我们去追求。哇，这个就够了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哎呀，但至少后面他可以接个梗。那天在我家爬窗户，你怎么不敢爬？然后我就讲，我每一天的胆量都不一样。